施君二月宣布向拍拖五年的女朋友黄天仪求婚成功，十二月将会举行婚礼，准备功夫都做得差不多了。这日他就和未婚妻黄天仪齐齐在社交平台放出过大礼的相，有好兄弟陆永帮手打点，黄天仪的表妹就做客席大冚者。见相中过大礼的物品准备齐全，长辈们亦都笑容十足。施君就惊叹过大礼仪式复杂，仲搞笑咁样话发明呢样嘢嘅人好劲，促进感情更加促进经济啊！